王君宇。主席，由進入這個第一組合併辯論呢，就已經是大概由12點開始，到現在呢都3.5小時咁上緊啦，大概咁上緊啦嚇。點人數呢就用了3次，發言的議員呢大家知道都是那幾位，發言的內容呢都是圍繞住呢，不外乎都是那幾個項目，例如這個醫療輔助隊啦、審計署啦、天文台啦等等，不一而足。發言的議員呢就振振有詞，大家都聽到他們的用語呢就好為市民的利益，好著緊市民的痛苦，好著緊就政府改善施政。大家看到現在我們討論這個是沒有修正案的14個總目，如果他們真的說要想有什麼修正，就本應該提出，他們都沒有提出。那這個各位同事，全香港市民，請大家評一評道理，是不是他們發言所用的用詞就是他們的用心真是為市民的利益呢？請大家評一評理。主席，其實這些項目是不是一定要在這個現在進行預算案的辯論，在這個階段去提出呢？其實我統計過，最少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呢，我們有10個渠道都可以提出。如果真的著緊的呢，就早應該提出，就不是等到今日先提出。所以答案只有一個，為了拉布。為了拉布是什麼目的呢？好像是伸張正義，其實就浪費大家的錢。最近政府有一個宣傳短片，講禁毒的。黃君宇，講的嘢同嗰十二個，同嗰十嗰個，你而家第一個分行有乜關係咧？你有咩問題啊？黃國興議員就冇做過修訂噶，咁佢就話你修訂嗰啲唔啱，唔修訂又啱又唔啱。咁佢講嘅嘢同嗰啲修正有乜關係咧？我14項，你第一個。梁國雄議員，因為咧剛才咧已經有7位議員。是就呢一個辯論所涉及嘅總目若干總目發言，喺我哋呢個辯論裏面咧，我係容許議員就其他已經發咗言嘅議員嘅發言嘅內容嚟到作回應嘅。咁我而家係聽緊黃國興議員咧，係是否就剛才已經發言嘅7位議員嘅作回應？黃國興議員，梁議員，長毛。如果你有道理，就使乜怕黃國興喺度講幾句啦？即係證明你冇道理咯，使乜咁心虛啫？主席，我個發言咧，梗係圍繞住。咩叫心虛先？氣虛定心虛先？梁國雄議員，請你唔好打斷其他議員嘅。唔係，主席，我覺得佢冒犯我，咩叫心虛啫？梁國雄議員，請你坐。我有病啊！咁咪收回啊？咩叫心虛啫？梁國雄議員，氣虛定心虛啊？梁國雄議員，如果你再不坐低呢，梁國雄議員，你不要再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黃國興議員，多謝主席，我現在是氣定閒神來回應呢是拉布議員。不過呢，可能呢就正正因為我講到道理又篤到肉，所以就跳起上來咯，即是香港市民你就看看咯。主席，剛才我講到話咧，我引用最近政府有一個宣傳短片，係講到係講禁毒嘅。
啊，有兩句說話真係幾好嘅。佢話佢講起上嚟好似為你兩肋插刀，其實就刉你兩刀。佢話佢為你出生入死，其實佢想你死。呢兩句說話真係好，正正係講到拉布嘅議員嘅動機同埋用心。主席，如果佢哋就著呢啲冇修訂嘅修訂案，假如係要提出要跟進，真係為咗改善民生嘅，有幾個方面可以做。第一，喺梁振英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嘅時候，跟住有18個委員會嘅簡介嗰度嘅質詢，佢哋可以提出，但係並冇提喎。我本人呢坐曬咁多次嘅簡介會，亦提出幾十條質詢，亦獲得政府回應，有部門官員回應，有效果嘅。呢個第一個佢哋冇用。第二個大嘅方面嘅渠道，就講呢次財政預算案開咗成20節，我哋吳亮晶議員做個主席，5日，我全部參加。試問佢哋係咪全部參加呢？佢哋係咪就著佢哋關心，好似今日佢哋頭先剛才提出嘅問題，喺呢個場合嚟提呢？亦冇喎。嗱，呢兩個係好重要的方面，督促政府施政，監督呢個公帑嘅使用，佢哋冇用呢個渠道同冇用呢啲時間。第三個方面，主席，再講我哋作為立法會議員，有我哋嘅權力同埋我哋嘅渠道可以用。我呢度簡單列咗10個渠道，我哋都可以用，佢哋都冇用。譬如第一個，我哋可以喺事務委員會就著我哋關心嘅問題提出立議程討論，佢有冇提過呢？冇提。第二，可以是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呢，在提出质询，他们没有提，甚至是大会提口头质询也没有提。第三，哇，如果你说口头质询排不切，可以提书面质询，那里时间比较是宽容很多，而且呢多数提到呢主席都会批的，要官员答的，他又没有用这个第三个方法。第四，甚至如果认为有关的问题很紧急，大可以在大会向主席你申请紧急的质询，亦没有。这个第四个渠道。第五个渠道，我们议员可以提议案辩论，譬如就像刚才讲天文台问题，就可以议案辩论咯。譬如说这个医疗辅助队可以专项一个是议案辩论，亦冇。第六，我哋可以喺相關嘅事務委員會係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專責嚟去跟進市民所關心嘅問題。例如咧，我喺年前喺呢個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就著公眾街市加租嘅問題，就著政府嘅小販政策問題，提咗議案。得到通過，在立法會的內會排隊爭取資源，最近排了年多了，終於是成立了這個專責小組去跟進了。為什麼我要舉這個例子呢？就是說我們可以用這些渠道、這些方法來去就著市民關心的問題，又是真是鍥而不捨地去跟進的方法來的嘛。第七個，我們可以呢是提出呢这个在立法会我们有申诉部，我们也都是透过申诉来去处理很多个案，这个都是我们议员可用的方法。再者，第八，我们可以自己直接去信各个政府部门官员来去强烈提出问题要他回答，这个也都可以做，甚至我们写信俾行政長官都可以。第九，我哋甚至可以約見部門官員進行面對面嘅交涉。
仲有就係話最後呢，我哋亦都可以呢係喺帳目委員會裏面呢跟進，即係話我而家咁樣列出呢，最少有十個渠道我哋可以用，但係點解都唔用，而要喺現在去喺呢啲冇修訂嘅議案裏面重複發言呢？其實有關嘅議員已經就某個問題發言咗最少或者相近三次，即是用了45分钟的了，主席用了很长时间。主席在我面前写了一个标题，拉布一日浪费255万公帑。拉布是有社会成本的。现在剩下几分钟时间呢，我不讲阻碍我们议会本应该在休会7月休会之前要处理的法案被阻延，本应该在7月休会之前要处理的27个事项被阻延，更加不要讲话要查高铁等等了。我就讲嘥255万是什么概念呢？主席在我后面这里，如果嘥255万相等于164516罐午餐肉，相等于128140罐豆豉鲮鱼。点解我要讲午餐肉同豆豉鲮鱼？而家食物银行帮嗰啲困难嘅家庭、低收入嘅住户，往往就係派呢一啲嘅罐头食物。请你哋问下良心啦，你而家係嘥緊大家嘅钱，本应该帮助十几万个人、十几万家庭的午餐肉、豆豉鲮鱼被浪费。主席，主席，其他议员，有议员，议员呢发言的时候，其他议员不应该在个座位里面高声呼叫。如果议员违反议事规则呢，我哋要執行呢個請議員遵守議事規則。黃國興議員，主席，我唔怕俾人收拾嘅，我又唔怕俾人威脅嘅，嚇大噶啦。主席，我哋睇下呢度，255万，如果係長者生果金，以1180蚊計。可以幫2161位嘅老人家。我哋又睇第四幅圖，醫療券如果係而家政府話要加到2000蚊，但而家佢哋阻住啊，未實施啊，當2000蚊計，255万就相等於1275个長者醫療券嘅名額。全香港市民，你哋想下，而家我哋嘅钱係被浪费緊，大家话咁样被拉布啱唔啱呢？而家我哋係俾人捆绑威胁，就係拉布嘅议员係逼住我哋咁样。主席，第五幅图，我哋睇下呢班病患者、呢班老人家、呢班妇女。黄毓民议员，我最后一次警告，如果你再在一个座位上面高声呼叫，我就要命令你立刻离开会议厅。黄国英议员，多谢主席。我都想你，因为他这么赶了出去呢，就少些修订的。不过这个看看他都会知机，他不会逼你赶你出去的。主席，門診一日是45蚊，即是這個費用。如果255万相等於56666个門診的費用，嘥我們幾多少錢？現在我們沒辦法止血，怎麼辦？繼續被浪費，怎麼辦？主席，
我哋睇第四幅图，睇我哋啲打工仔，我哋有嘅交通津贴鼓励就业嘅有600元，255万，相等于4520位嘅打工仔领取交通津贴嘅数目。主席，点解我要一一举呢6个例子？本来我仲有好多好多嘅例子。当然我唔会帮你拉布，我只用我15分钟。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唔系讲一次讲多次唔系咁样等于嘅。有道理讲一次都够㗎啦。主席，去年我哋被拉布15日，嘥咗3825万，呢个数字我一再讲。系咩概念呢？相等于如果政府肯接纳我哋意见，津助电车公司俾老人家2元优惠都有可以搭电车呢，相等于全香港老人家全年免费搭电车。